比我手大的大虾王啊，搂上一个。哎呀，都是膏，都是黄的面。哎呀妈妈，这一个大虾花了我100多个大米。哥姐们，你们进来给老弟点一个双击，老弟就心满意足了。有没有食欲？大虾味啊，嗯，哇，感觉过瘾了，给老弟来双击。